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管理资讯系统的第七讲哦。那我们第七讲要讲的内容是资讯系统，我们七到九、十到十二我们都会介绍资讯系统的一些应用以及一些案例那以及我们资讯系统。以及我们资讯系统可以帮我们企业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等我们会做一些探讨，就是资讯系统我们会围绕着就是客制化资讯系统。那我们前面一到六讲讲的是资料 data 还有一些资讯的一些数位科技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们要用大数据，我们要用人脸辨识，用 AI。我们用的是文字的一个探勘等这些资讯科技的最新的技术来运用这些 data 大数据来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各式各样的行销管理等问题这个是资讯科技处理资料 data 的一个我们前面六讲大概是围绕在这边。那第七讲之后到十二讲我们就会介绍资讯系统，尤其是客制化资讯系统。但最重要的客制化资讯系统就是要了解企业客户的需求，企业客户的需求我们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们请的贵宾也是在资讯系统开发设计分析设计非常有经验的公司的创办人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是我们往例就是找业界实务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课本上讲了非常多的理论我想理论归理论实务上是怎么做的应该是来跟理论做一些配合来做一些说明。好，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要谢谢我们的史蒂芬金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执行长钟义恩执行长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资讯系统的系统方面的一些需求就是我们要先认定谁是使用者，资讯系统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主题那我们就会去探讨要如何找到谁是我们资讯系统的一个user 使用者，那到底市场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要去了解他们，再来就是我们要去做需求的沟通。我想我们今天的讲师会从这三个层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就是史蒂芬金创意设计钟义恩执行长。谢谢李教授。那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史蒂芬金创意设计钟义恩。我们之前在从公司有108年开始，就是到现在，不好意思，就是2018年起到2008年起到现在，已经有13、14年的一个经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过大大小小城市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最觉得一开始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人的问题。人要对才有办法共事，不管是您是 SOHO 族或者是一般的设计公司或者是外包接案的一个公司其实往往都会遇到说，像我们在执行客户的案子的时候会有遇到需求沟通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沟通不明，客户所提供的东西我们不了解，其实在这个业界里面来讲算是还蛮常见的。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都会
针对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些系统，我们会针对这些系统的部分，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出入点。所谓的不同的出入点，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系统的制作者，然后至于说系统委托的厂商，他们常常会有一些他们所谓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是会，他们的想法都会停留在，我想要的画面是什么，我想要的东西是美美的，但是问题是，往往在这个美美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到底谁才是这个系统真正的使用者？好，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来分享一个我之前的一个案例。之前我们在执行一个传产食品的一个案例的时候，里面我们就有遇过一个老板，他就跟我们讲，刚好他是在桃园这边的一个老板，他里面的部分他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他找我们来，他就说，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购物平台购物网站，然后但是我他洋洋洒洒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向，他从他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带我们带到说，他的公司包装、采购、仓储，还有甚至公司的每一个人员都跟我们见过面，但是在这个见面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他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资料，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资料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到底谁才是真正这个系统的一个需求者，真正的使用者。当我问老板他们真正的想法是想要什么，老板跟我说他想要省钱，因为他在外面他市面上的平台他都有了，像 Momo、 东升、深深、 PC Home 甚至电视购物，这些平台他都有了。那我心里面想，一个传产的老板从传产进入到线上的平台，他既然什么都有了，那到底他的网站、他的商城、他的购物平台，他需要的点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又有去问，就是他们公司的采购，他们公司的采购的部分，他是觉得说他需要一个很便利的一个系统，让他可以盘点公司里面内部的一个产品到底有哪一些东西需要补货、需要进货。然后再来我又问到了他们公司的 PM， 他们公司主要 PM 是管理公司各个小小的、大大小小的一些网购平台，他们的一些行销活动那一些等等的都是他负责在管理。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觉得说这些平台很多没有错，但是很难用，他不想要再多一个平台，这个不时的增加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矛盾。后来我又去了仓储，见了仓库阿姨，她那时候跟我在讲的时候，她就说我需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系统，她可以一点就让我知道说所有出货的东西今天该出什么货，该理什么单，然后甚至最好的就是她可以直接帮我送货都可以。那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其实一头雾水，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个老板什么都有了，然后这个老板他里面的东西其实非常齐全，平台的部分、人员的部分，还有这些行销的部分，他们其实都蛮多的。后来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又过去跟他了解了一下，所以我决定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到底谁才是这个真正的一个使用者。我从网络上去选购了他们的产品，我试着走他们消费者会走的一个流程，后来我才发现老板想要省钱，但是员工想要省时，然后他们又想要把主控权拿回来，因为很多各大平台其实传产的行业里面来讲，他们如果是走线上的通路，他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由配合平台本身的 PM 去做平台的活动，这样子他们才有办法将产品给销售出去。但是往往他们想要做的活动跟 PM 想要做的活动其实都不一样。
公司的立场跟平就是Momo啦、东森那些网购平台的立场其实都是对立的，因为他们希望的是由他们可以去主导，可以去主控。所以后来我又去找了这个平台里面这些使用者的部分，我去看了很多地方，发现说其实他们的东西多，但是结构比较零散。所以我隔天我就跟他们老板去建议了说，其实你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有自我品牌的一个平台，因为在他们公司经历了地沟油、食安风暴这些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公司。当我经过了这几天的一个思考之后，其实我发现他们公司什么都真的都不缺，但是唯独他们需要，为什么会需要平台，原因是因为老板想要省钱，然后员工想要省时，而且他们想要拿回自己真正经营品牌的一个主控权。所以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就是造成这个平台催生的一个理由。好，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到底是他们的产品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众多平台甚至是传统行业，它可以直接在架上脱颖而出，为什么要选择他们？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们针对品牌的经营的部分，他们其实一直着重在这个区块磨练了很久。在食安的风暴之后，他们开始有了一个机会，而且因为这样子而窜出。所以在这边的部分，老板想要往平台建立的部分，其实这个想法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之后一定就是品牌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平台也相对的非常重要。在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真正的一个使用者。好，谢谢我们的庄执行长啊，分享要如何找到啊谁是真正的使用者，系统的使用一定是使用者啊，一定要去了解他啊谁是使用者，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设计出来的系统，就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格格不入啊，就是要使用的人。就不了解啊，你就他的需求，你根本无法去做一些辨认啊，辨识他的一个需求啊，就是天马行空的那些需求就会很杂乱啊，资讯就会很复杂啊，所以使用者在做资讯系统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出来啊，了解啊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啊。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庄执行长再介绍一下市场啊，市场的定位啊，假设你们一家网络设计公司或者是一些资讯设计公司来说好了，那你们的市场的定位啊。是，谢谢李教授。我们回过头来，在刚刚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市场的部分到底使用者在哪里，市场其实就在那里。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我给这个老板建议了我给这个老板其实建议了几个方向，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是品牌的一个时代，所有品牌的部分都必须要围绕在这一个范畴里面，所以很多的平台的部分它需要让消费者对这个品牌有依赖、有信赖，要让消费者觉得他被这个品牌给照顾。而这个传产行业的老板，他本身所经营的酱油酱料，主要刚好也都是媒合了这一个趋势。然后在这个部分，他们经常就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卖的酱料酱油主要都是健康、无毒、养生，而且这个东西这些产品它本身对人是有帮助、有好处的。然后在这个
就是每就是国人饮食的一个状态，每个天每人他们在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都吸收了过多的一个酱料，所以在这个部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想法是非常棒的。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讨论了，在这个平台系统里面，他们需求的部分，其实在品牌的部分其实是已经很成功了。然后在这边他们所需要的一个平台，他们需要去制作的一个功能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就只是多了一个食谱的功能。所谓食谱的功能，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许多业务的嘴都比不上老师的那一张嘴，因为他在教导给人的一个概念，给人的资讯，是大部分的一个市民或者是朋友他们都会去接受的，因为他们对老师是信赖的，当然老师也都是把最好的与大家分享。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哎，那何尝我们不要去做一个食谱的一个节目，或者是食谱的一个平台，在这个酱油酱料的平台里面，我们于是就是跟了很多的一个餐厅业者，跟他们的师傅主厨去做合作。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把许多的食谱的部分把它归纳进来，结合了他们的产品，然后设计了这个平台。从这里面平台的一个功能里面，我们可以去从里面点选，像比方讲，到底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它需要的是它要有食谱的功能，但是我们又希望说借由食谱它可以销售给消费者，所以我们在这边的里面我们都会放上，哎，这个师傅他是用什么酱料酱油什么食材，然后这些食材点选了之后都可以直接到他们购物的一个画面去，然后一方面可以帮助选购，一方面增加曝光，一方面也是增加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信赖依赖。然后而且在这边的部分，我们有接收到就是之前公司的 PM 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想要去做活动，所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又增加了就是关于说做活动的一个功能。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其实我们就是跟在这个平台我们都会时不时的一个宣导，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三，我们就会去发送一个半日下沙的一个活动。在这个半日下沙的活动，其实老板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以为意，因为他觉得他的平台本身品牌就好，但是为什么还要再降价求售，因为他不想要打价格战，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开始他是持观望的一个角度，但是后来没有想到说，哎，这一个优惠的一个功能，一个优惠的活动系统便利了他们消费者，然后去使用了这个系统之后，然后这个半日下杀的一个活动，虽然说它跟成本的价格相差没有多少，但是他赚得了人心，他赚得了很多的消费者，甚至他赚得了陌生客的一个开发。相对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一样的品质，却用六折的价格，或者是半价的价格，却得到一样的东西。他觉得消费者都会去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那一次第一次的活动，我印象是最深刻。当天就是把他们半个仓库的货全部都卖掉，而且消费者的对于这个活动的部分其实喜爱度是增加，他并不会觉得说他做这一个事情是一个亏损。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市场要做好市场的，就是一个平台要做好市场的定位，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您定位明确，定位清楚，才有办法去真正实实的锁定了消费者。而且在这里，其实因为这两个功能需求的一个改变，虽然说一开始老板不以为意，但是后来的结果其实真的是让大家皆大欢喜。好，谢谢钟执行长的一个分享哦。他从前面的一个资讯系统的使用者，到后面的其实要了解的是整个
企业啊，假使要做资讯系统，它的一个自己公司的产品啊，因为其实资讯系统的开发运用是要去做，最后是要做销售的啊。假使是这样子的话，是以销售为主的一个资讯系统，我想它的一些内容的呈现就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了解自己的公司的市场的定位啊，了解完之后你才能用什么样子的功能，比如说有一个那个什么优惠的啊，优惠功能啊，优惠活动的部分等等等，你去帮他做这方面的一些了解讨论分析之后的话，你就会帮他增加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啊，我想是从这个平台面啊，就是平台面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思考，所以还是要去了解市场啊，一个公司企业客户的它的市场的定位啊，跟它的使用者才去规划它的一些功能啊等等等。那我想这个都是中职行长的一个实际的啊开发系统的经验。那我们讲到前面两个之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假使你要跟他做一些讨论合作，要就是要找你啊来做系统的分析开发设计的时候，你们需要做哪些的需求沟通，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分享？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需求沟通的这一段过程里面，其实往往我们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真正在执行的人其实他并不了解，就是上面老板或者是长官所下达的指令为什么要做这个平台。他做这个平台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我自己会脑补了很多长官需要的功能，或者是我美化了长官所需要的功能，或者是求好心切把自己的功能也一并带入了进去，反而做到最后，他们的想法或者是他们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会长得越来越大。然后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准备很多的一个资料，然后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先厘清一个点，就是到底他们真正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很多的需求者他们会帮我们说，哎，我给你的就是我们要的功能，但是问题是这些并非是真正他们想要的，也并非是真正对他们公司有所帮助的。我举个例来讲，像之前我进入这个传产公司的时候，我跟他们了解了这些东西，其实老板想的就是省钱，员工想的他们是想要便捷省时，还有自己的主导。其实到最后的部分，他们要的是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购物平台，然后在这个购物平台里面又可以抓住消费者，其实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真正需求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一个使用者，不管是老板也好，员工也好，他们只是这个专案的一个发想者，但并非是最终的使用者。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为什么我们都会一直抓着到底谁是使用者，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许多的老板或者是同仁工作的同仁，他们都会提出很多需求，但是我们会建议大家最好要有一个柯南的精神。不管怎样，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抱持着疑问，因为疑问的部分才会让我们得到最后的一个解答。最好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连问三次，因为只有这样子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个想法，才有办法去找到最后真正的需求。说一句开玩笑的，最好是连砂锅在哪里都要问一下，因为这才是最后找到需求的一个办法。因为只有一直问才有办法让他们知道说，哎，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真正的东西才有办法去被挖掘出来。
然后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只是为了满足公司的需求，公司员工提出来的想法，其实就会像我们这张图一样，走到最后就只是失败的一条道路。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会这样子去让需求浮出台面，这样子才有办法说我们知道真正这个平台的需要，才能够做出一个真的是会让消费者、老板、员工三者皆大欢喜的一个平台。是，好，所以那个庄执行长，沟通其实是很重要的，需求沟通哦。假使需求沟通不良的话，大概后面的一些资讯系统的一些进行哦，就会非常的困难哦。是，而且也会设计出不符合使用者客户需要的一个资讯系统啊。其实刚刚也提到的，其实您的客户是做平台的系统开发的，其实对哈。那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企业它有各式各样的不同平台，比如说有 Momo 啊，有虾皮啊，有 PC Home 啊，他们其实都有在上面有虚拟通路啊，各个不同的平台，可是他们的资讯、资料、数据都是在别人的平台上面啊。那重点是，其实是现在很讲究的是线上跟线下的融合，是没有错。要融合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各个不同平台的数据可以汇整到自己公司的线下的资讯系统去做整合，是啊。只有从各个不同平台的数据整合到自己的系统里面去之后，你才能看到整个公司的营运状况。比如说 Momo 的数据汇入进来我们的系统的话，我们才知道 Momo 的整个的一些表现，它的产品销售库存状况。可是整个公司还是要整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现在叫做很流行的一个术语，叫做资讯，就是线上线下的虚实融合。对，融合靠的不是靠人工，融合靠的是资讯系统的整合。是啊，那刚刚那个执行长也介绍的，就是整个一个平台，他自己平台，可是他假使有不同的平台啊，他们还是需要跟自己资讯系统做整合在一起。你有碰过这方面的一个那个案例吗？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来讲，就是符合李教授您所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因为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这个传产老板已经看到了未来台湾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在虽然说这个是3年前、4年前的一个案例，但是在这个来讲，其实它是一个趋势，因为未来一定是一个品牌的为主的一个趋势，而各个通路虽然说通路多、活动多，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个平台客制的一个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厂商的老板，他们都希望说把这些资讯、把这些消费者的一些资讯，把它整合在自己的平台内。好，谢谢我们庄执行长的一个分享哦，那也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收看哦，我们这一讲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